大家好，现在是2023年的9月底，公布了2023到2024年度大洛杉矶地区私立高中的最新排名。那么前十名的私立高中都有哪些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选房就是选地段，就是选教育。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名呢，就是著名的哈佛西湖学校，当之无愧的第一名。第二名呢，就是弗林特里奇预科学校，位于拉肯亚达，公立也是好学区。第三名呢，就是著名的迎风学校。第四名呢，就是城县这边的圣人山学校。那么第五名呢，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学院，这个是位于华人区。第六名呢，就是多元公益学校，位于帕萨蒂纳。第七名呢，就是马尔伯勒学校，这个是洛杉矶县。第八名呢，就是塞拉峡谷学校。第九名是帕萨蒂纳的维斯特里奇学校。第十名是唯一的内陆的韦伯学校。以上呢，就是大洛杉矶地区排名前十的私立学校，大家记得收藏啊。